屏东市水光里韩国崇子乡乡永村刚结业上富人家，本上门头系做的持有村业的，我也下一片本体主毕业为例当论的村业唔得，另外一片要本也有三千的公庙规划做田茶厂，我说也人屯茶的完全村业唔得，因为也下唔得千万来协调，出乎规模解释。大家嘛唔甘愿啊，直接多阿久啊！民众批了十个人嘅户嘅，研究门口嘅空梯，突然间本人维系一条长长嘅铁面诶，再加上顺头水库墙嘅空梯，又本庙方规划为田茶厂，两方面嘅沟通，不但影响到地边三家人嘅村业，渐渐嘅铁面诶，也可能危害到用路人嘅安全。阮来买啦，终于是啊，知影讲这有这种的困扰，阮就袂买这啊啦。啊，伊这是合法的吼，这厝是合法许可出来的呢。佮围上迄拍摄啦，弄伊个厝的伊无人看得到，弄伊家第一个我插到个庙个尖尖嘛。居民指出，头摆水库墙的空梯做得本民众持有同行，黑暗叫能挖出四个田茶夹，主动出乎个村业。庙方表示，规划田茶厂系希望使用在付费更加初步嘅构想，系初步每张年六件一千元嘅香火钱，如做得有一个茶位嘅使用同同行权。啊，庙方咧有向金人开多嘅几千元咧，啊，都唔拉开支啊，啊，都加金如何数一万咧啦。我们这三户会出现所谓的代地通行的问题。至于本人为天庙的个空梯，因为梯主的用意不明，故说居民也只能透过市民代表来协调，希望双方做得达合出具体的办法，本人能做得有持有村业的空间。下个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